等一下。 尤老师，起床啦！尤老师，起床啦！起床啦！来了。这么早又要上课。你的书呢？今天最后一天，我们不上课，出去玩。真的？ 等我一下。你喜欢放学在教室里听音乐，细数着今天我想你是第几遍，全世界好像都发现，夕阳落下的方向，能不能陪着我欣赏？你喜欢坐在窗边看窗外暖阳。 轻轻唱，歌声在教室走廊回荡。夕阳落下的方向。我说了抓不到的。能不能陪着我欣赏？那我要去冰激凌。行，明白啊。等我一下。不爱小说，却陪你看，因为我希望。如果天还没黑，你刚好没人陪，我可不可以在你到？ 陪着你逛逛花园，翻着就像片。尤老师，如果不是因为今天时间紧迫，我再抓10个娃娃都不在话下。但是尤老师，为什么你每次抓娃娃的时候都不让我看啊？独家秘籍，不可外传。哎，等一下。 尤老师，明天考试加油！尤老师，怎么样啊？我拿到这个角色了。 我就知道尤老师，你一定可以的，真棒！走走走，赶紧庆祝一下！我得通知大壮哥。哎，行行行，通知通知通知。于是木木，嗯，你在干嘛？尤老师，你的角色定了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明天我就要搬走了。你不能走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是我的助理。 对，你是我的助理，所以不能走。尤老师，我还要上学呢，不能当你助理了。其实你可以来学校找我。谁要去找你啊？哦，对，你是明星，不能来学校找我。你懂什么呀你？ 来了，早上好。对，哎，啊，是游戏吧？是吧？啊，真的是游戏吗？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中戏，咱们学校，真的假的？哪个游戏？你来咱们学校？真的是游戏？哎，你看，我看我这是什么？我也知道，真的，真的。
刘老师，你放心吧，我爸的办公室很安全的，平时没什么人来。但是，你来我们学校干嘛呀？你不是应该很感动吗？我冒着这么大风险来学校找你，你问我来学校干嘛？那刘老师，你来学校找我干嘛？御史教授，爸。哦，我还有事儿，校长找我有事儿，你们聊你们的，聊啊。公司说了，要给我招新助理。哦。你就傲啊？你不想回来当我助理吗？尤老师，你知道，我的梦想呢是当老师。而且我要上课，没时间。喂，听说有人今天在江州大学大受风头啊。有事说事。你那个朋友很久没来找过我了。用不着了，追到了，辞职了。那你不想挽留？不用了。好吧，可惜了。我还说我有一点小小的办法。你快说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你那个朋友作为当事人，频繁挽留只会增加他的抗拒心理，所以需要第三个人去说。第三个人啊。